不要掉以轻心啦，还是要提高警觉，趴下来看有没有选手踩线。哇，林思雨往前砸，林思雨出手，哎，我抢到了，姿势一百分，林思雨，你赔走了五分，66。跟你小辣椒一个，我想讲一下，我觉得有必要要先打宇宙，因为他压到太前面，对你们太威胁了。宇宙上去，宇宙，哇哟，上来了，好，几个亮相啊！哇，林颖乐，林颖乐被削到了，结果出局。现在呢，蓝队只剩四名，站好，站好，起来，起来，抓住了邱胜利，你不能够掉以轻心呐，还是要提高警觉，趴下来。好，现在红队场内有五个选手，蓝队只剩下三个了。裁判哨声响了，是哦，杨奇玉 out。这场比赛呢，特别我们的裁判人数也增加到六位。等一下，先打徐新阳。好，来看有没有选手踩线。哇，林思雨往前砸，结果被挡掉。林思雨也是非常的强悍的，冲上前线，而且直接要攻胡飞。因为女生是可以再往前到这女生的攻击线，还可以缩短了，对，要砸人那个距离。吴尊，很扎实的被打中他的肉。不过现在只剩吴飞一人在场上的对阵，情势看起来相当的危急啊！哇，哇塞，林思雨，林思雨回砸，球没有砸掉，再补一刀，没死。将军放弃也一两回合。是，而且哇，大动作，回砸。所以呢，在五战三圈之后的比赛，红队拔得头筹，取得了1-0的领先。陈奕迅的一个斯莱达外脚滑球，哇，准得不得了啊！6个人，林思雨出手。表现杰出，刚刚表现也是一样，小辣椒一个，对，只是姿势100分。林思雨赔走了5分，66，真的小辣椒一个，是，一个过来杀人，军翔手中两颗球，王平越被打到头被爆头，再加一个林思雨，不要退，再来打他，哇，林思雨近距离杀，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。每次躲避球有所谓的自杀战术哦，对，男生可以呢到前面起飞，缩短攻击的距离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刚才可以趁林思雨在攻击的时候来。旁边的人就给我丢了，接手。我想讲一下，我觉得有必要要先打宇宙，因为他压到太前面，对你们太威胁了。